我现在有几十首歌单，从她怀孕到现在，轮流我都有记下来。她是清唱，哇，对，她是清唱，没有放音乐，最强，最强，她唱的最好。看一下，竟然爆料这个！你看他唱过这么多歌，哎，这有歌单哎，对对对，超多。你成了我好多个谁 ？Hello， 中天娱乐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李千娜。很好 ，OK 的，很棒，很棒。有什么过胖过瘦吗？因为你这样看起来好像蛮瘦的。我也担心这件事，但我昨天去产检是体重是蛮好的，已经1200，然后有进度超前的，有看到他的五官就跟我超像的，就一看就你们是活的小孩。不错，像你应该会很帅。希望健康就好。隔这么多年生孩子，你自己会觉得很紧张？要卸货，我其实很期待，我都会想说，啊，可不可以现在就生了？该不会还想说这个拼完之后可以再来吧？如果可以，我可以。你有觉得他是怎样的爸爸？宠爱，他都说他不会，但我会说你一定会。但因为我不宠小孩，所以我会把关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我你要说话。对啊，嫁给他。我觉得他比较自责的地方是他什么都做不了，因为是我怀孕，然后身体变化，他没有办法替我感受跟承受，他只能就是陪着我，他非常照顾我，然后他会注意到我的任何状态的时候，该出手的时候的那个到那个的细腻度，他完全自己来，他连碰都不让我碰，对。对，就比如说东西掉了在地上，就一个动作而已，他就会不要，我帮你捡。穿鞋现在也没办法自己穿，然后穿袜子都是他帮忙啊，然后洗衣服啊，做家事一手包办，所有家的事。他每天都会唱歌，然后说故事给他听。哦，真的哦？对。例如会唱什么歌？你的歌吗？我们的歌也会。我现在有几十首歌单，从她怀孕到现在，我都有记下来。她是清唱，哇，对，她是清唱，没有放音乐，最强，最强，她唱的最好。看一下，竟然爆料这个，你看她唱过这么多歌，哎，这有歌单哎，对对对，超多。其实她真的，她成了我很多个面向。是时候需要出现的人物，我们都有跟对方彼此讲好，就说只要不开心或者有不舒服的地方，全部都讲出来。他永远都是打破那个冷战的那个第一个。听起来怎么没有缺点啊？缺点有啊，他有不好的习惯，什么？居然会抽烟喝酒。哦，对，这是我目前觉得他的缺点。但他真的调整蛮多的。就比如说，他从一个礼拜每天喝到现在是一个礼拜一天、哦，其实差很多啊。你成了我好多个谁，你是最好的男生，我所有情人的总和。录音的时候就有了嘛？嗯。然后现在宣传期停着，但肚子到处宣传，是不是身体的负担上面也蛮大的？对，确实有很多不舒适，但我都会尽可能就是完成工作，然后把那个先抛到脑后这样，然后结束之后再回家自己哭。前4个月最严重，嗯，对，就是每天，每天哦，每天，然后一天要吐2-3次这样，只要吐吃就吐，吃就吐，然后不吃也吐这样，好辛苦哦，对，很可怕。所以你看那时候怎么录音，你没有想过你怀孕会遇到这么多的障碍，就是我的声音完全改变了，嗯，就是我做不到以前以往可以做到的事情，技巧啊或者是高音真的是消失，哎，你怎么做都做不到，这样就非常沮丧。我就觉得我一定要突破我自己，如果突破，我觉得那是对我自己来说是最大的礼物。我现在有点担心的是，我生完小孩之后那个声音会不会回来，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大家都在问我说，哎，你生完你会不会害怕那个变胖啊，然后身材怎么样，我说我一点都不担心，因为就是运动就瘦回来了。对，可是声音这件事情是我遇过了一次，我失去过，然后我就害怕说他会不会回不来，万一没有回来怎么办。
想讲彼先生甲我分离的剧情，五百分的认真换你五百分的眼神，不管你看什么，我拢是你掌上的天地。《千金》这首歌也是我首播主打，就在讲五百分的妈妈，五百分的爸爸才会有一千的我。这样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哦，如果是讲女儿的话，我就会比较强势一点，是因为我从小就都蛮独立的，然后比较是会是一个决策者，然后领导者这样。那有什么事情是跟爸妈产生过最大的冲突？跟爸爸最大的冲突就是唱歌这件事啊，因为他真的是从小到现在都在反对。他反对不是因为成不成功这件事情，而是他觉得非常的辛苦，他希望我可以好好嫁人生小孩，然后就一个好的归宿就好。我爸超开心我结婚的啊，我那时候第一次跟他开口说我想要结婚的时候，他完全非常的赞同跟很乐意，他就是想要我结婚生小孩，然后放弃唱歌这个梦想。但阻止不了我的要再次结婚，他当然也会很紧张啦，因为毕竟也辛苦过一段时间，他会自己去跟他聊天，然后施压力给他啦，就是说我女儿呢真的辛苦很久了，拜托你好好照顾她，不要再让她那么辛苦了，这样之类的。上河会跟我讲啊，就是说爸爸其实很爱你，然后很担心这样。会比较支持哪一边，会当润滑剂吗？妈妈因为她是自己本身也是歌手，所以她当然不会反对我当歌手像我都会觉得好像我在帮妈妈发声，或者是像阿妈也很喜欢唱歌，阿妈是演歌仔戏的嘛，然后她因为不在了，所以就觉得哎，身为歌手的我还可以继续帮他们唱下去，这样对，蛮幸福的。除了我好多个谁，你是最好的男生，我所有情人的总和，你成了